阿贝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嘉宾讲？还好，今天这题目都不是很可怕。我真的还是这几年哦，这几年我这几年的你的委屈，我这两天懂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他们刚才在抽签，你知道？嗯。事先他们跟我说有一条题目，我一直很怕那个真的抽出来。我们现在就哪一条？为什么主持人不知道？有一条我知道哪一条，但既然有人要挖洞自己跳，来，大家想不想听那个题目啊？馆长，他是自己害自己的。好，来，我们请佩奇医师可能要上台一下。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吧，不用吧。这个他不知道。真的吗？哦，这他不知道。到底是什么题目？请问柯文哲的初吻什么时候？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得到的爱越来越少，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，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。我想是一个你可有的今天馆长特别带这个，请问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一个民意，大家想要问你的问题。哦，直接抽考，然后你用抽的嘛，那么多，你看你用抽的，我们随机来回答。跟大家报告，是完全不知道题目，连彩排都没有让他打开来过，是真的真刀真枪的对决。好了，那我来问哦。谢谢你在疫情期间守护着台北，明年可以参加你的就职典礼吗？哦，好。这个开放凯达格兰大道让大家参加。这个问题我觉得，哦，很猛，很猛，很猛。来第二题，还是来馆长来帮我们念出第二题。很多哎。平常是怎样保养好歌喉的？什么问题呀？你们什么问题？奇怪，平常没有在保养的。好好好，我为了证实他是真的，沈小姐，谢谢你哈。来第三，总共五题哦，五题五题。愿不愿意再挑战一次演唱会，全新的歌单？哎不，哎，来自台中的小沈问。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快问快答，五四三，不还要全新的歌单？全新的，全新的，哇，这太困难了，这个。没那么没会，要训练这个都不容易的，还在训练新全新的。哎，有人在敲碗啊！第二场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来第四题。哎呦，馆长打开每一张都很惊讶，每一位真的都很认真。这个这句话也是我最近的感觉哦。他说：“阿贝，你有没有时候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很委屈的时候？睡饱就好了，睡饱。”
我只要第二天睡醒了，把昨天的事就忘掉了，就忘记了。嗯，还有最后一题是什么呢？要不要报名明年成吉思汗的那个重训比赛？健美赛？不是，什么时候要出专辑？为什么都是这个啊？为什么？这是我鸟，这是我鸟题目。哎呀，出专辑，那把今天的做成 CD 就对，一鱼两吃。谢谢，谢谢馆长。是谢谢那个馆长阿北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嘉宾？没有，还好今天这题目都不是很可怕。我真的还是这几年哦，这几年我这几年的你的委屈，我这两天懂。这两天才懂。我只想讲这个，就是说其实。大家如果在用网络，大家如果看新闻哦，这两三天馆长被对，所以当然啦，我们就是努力啦，还是我们就是，是那个什么，有一句话叫做，对，不是，就是说，只要是事实，我们就不怕大家来检视。那时间过久了，大家知道谁对谁错。嗯，哎，是，对。主席，哎，你要以过来人的身份，不是我跟你讲哦，他们刚才在抽签，你知道？嗯。事先他们跟我说有一条题目，嗯，我一直很怕那个真的抽出来。我们现在就哪一条？为什么主持人不知道？啊，有一条我知道哪一条，但既然有人要挖洞自己跳，来，大家想不想听那个题目啊？馆长，他是自己害自己的。好，来，我们请佩奇医师可能要上台一下。不用了，这个他不知道。真的吗？哦，这他不知道。到底是什么题目？请问柯文哲的初吻什么时候？不是，还好我上一次被我，不是你说他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接话。不是，我上一次你知道哦，那个我的学生你知道，在台大医学院，他就是问这一题。哦，还好当时有想出一个答案，我说年代久远不复记忆。我也怕就。馆长给过吗？也给了，不然怎么办？好了，下班。哎，有给他勉励了嘛？好，有给馆长勉励了。对啊，勉励共这个啊，睡醒就好了，睡饱了。睡醒就好，我们也希望馆长也要为台湾继续撑下去。我是赖清德，预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，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岁了，祝福三立新闻网。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